有没有料可以爆？没有，有炎亚纶有个料可以爆。哦，他哦，不要看他已经20岁，还跟小孩子一样。所以这个是暖身的部分，待会回来呢，我们还要继续。所以我们现在先休息啊，不过休息一下呢，还是有爆料，好不好？汪东城刚刚选谁？汪东城还没讲完，是你要爆吴亚走，你要压走 走是？那不然炎亚纶有没有？有没有料可以爆？没有，有炎亚纶有个料可以爆。哦，他哦，不要看他已经20岁，还跟小孩子一样，每天上下工都要妈妈送，不管多晚，凌晨3点，妈妈还要从家里大老远跑来送他回家。然后，对啊，没有，就算脚没受伤也一样，而且他不坐捷运的，他自称计程车达人。然后他妈都说，你赚的钱都来都不够坐计程车，还每天要坐。可是现在年轻人好像都是差不多这个样子啊，就比较不会在乎自己赚的钱，然后对对，要撑下来之类的。有时候真的是太累，所以要坐计程车。然后现在有时候很远，手机忘带，就一定要妈妈送过来，对不对？哎，你们真的是好辛苦，你们是不是都一直在记仇啊？样子我有我，恭喜他。对啊，我要爆料。好，来爆料，爆料，王子的料。好，来来来，每次我们去化妆法都是到那边弄头发，那妆是自己化，所以自己在那边化妆。那吴尊呢，他每次都说他在家自己画，就算之前有通告，他还是说我先回家画完再过来。然后画过来啊，有一次我们叫他自己画，结果他自己画的妆跟他在家画的妆不一样。为什么会这样子呢？所以我怀疑他金屋藏娇。哇，还有带阿文来的那个宫女来的。对，所以这是化妆调情咯，是不是？为什么你回家化了妆以后会不一样？因为你知道为什么吗？因为他们化妆太久了，所以我可以睡晚一点，在家就是嘛啊，化一下子就好。哎，但是化妆是自己化啊。对。可是去到那边还是要等你们啊。可是为什么就连我们之前有先集合，然后你特地回家，然后再过来，你不觉得很麻烦？喂，现在在抱怨吗？哦，好啦，所以我看没什么好抱的，没什么好。对，我觉得这个回去大家要再商量一下，到底呢他们这个是走个人比较好，还是团体啊？这个老板想一下。之前你究竟交过几位女朋友？5、4、3、2、1，还要想那么久？7个。哦。算得出来耶，7个，你跟我说3个，你送我3个啊？你有没有曾经对我的某一位好闺蜜起过色心？要5秒钟之内就要回答哦。他问了，这边有音乐，5秒，立刻回答，看着他回答。第一道题目，海群千问开始，请问，请问，亲爱的老公，你的存款数字到底有多少？5、4、3、2、1，不多也不少，刚刚好。没有打断，没有打断，不要给他削了。我也打，对对对，第一把原谅他，我也打了。老公下不了手，是力是力，对对对对。好，第二道题目，结婚之前你究竟交过几位女朋友？5、4、3、2、1，还要想那么久？7个。算得出来耶，7个，你跟我说3个，你送我3个啊？我什么时候说3个？他没有骗你，3个，你听宪哥说，我宪哥绝对不会骗你嘛，好不好？就他没有骗你了，真的，37个了。因为从年轻到现在啊，对不对？啊，咱免惊，要这么惊，有神经啊，有人质在我们手里的，他跑不掉。我看才73个嘛，毛巾。哦，对啊。金山千人斩。对，37个。好，下面一道题目很严厉哦，请出题。哇塞，你有没有曾经对我的某一位好闺蜜起过色心？很简单啊，这个不能答，这个不能答。2、1，没有啊。好，没有，没有。这个答了家庭革命的。因为她的闺蜜那些，宪哥你听听看，你觉得你会起什么？怎么？好，我是不要原谅，不要先听，不要先听有哪些？你的闺蜜，闺蜜有差别。你的闺蜜，黄小柔啦，张琪慧啦，哎，陈柏宇啊，豆豆啊，还有康哥的太太，两个康哥的太太，对啊，他拢去叫我。秀慧姐，有啦，有一个较艳丽的啦，
彩华姐啊，还有前面那边设计的，没办法，没办法，给他过了，给他过了，你没工被查的，来，我接哈，我接讲他故哈，来下一道题目，下一道题目是出题，最近最新版的背着我哪一次看过成人片？5, 4, 3偷看的时候，什么时候？前天。看哪一片？哪一片？成人版的鱿鱼游戏。哦，最新的，最新的，有。赵哥，你看几次？这个趣味的，趣味的啦，趣味的，趣味的。下面一道题，请出题。我妈，哪一点让你最看不过去？哦，真的好犀利，这个会啊，没有回答。好，我岳母太宠我女儿，她的孙女，宠孙。因为跟我们的答案不是不是，因为跟我们不一样，哎，因为我岳母现在还会，就是我女儿撒娇，她也要背她，合情合理，对，因为她大孙太宠她，因为我们平常会对她比较严格，比如说该补习、该看电视，不该吃饭、该那个写字的时候，就是比较规矩。那外婆就会在旁边说啊，没关系啦，慢慢来，休息一下。啊，不急啊，她那边在闹脾气，她说阿公阿妈都是半白脸呐。对呀，啊，帮她洗澡什么？我说阿妈不要这样，让她自己。婚前的时候，那个妈妈有一点不同意嫁给你，不同意，对。那因为现在会记恨嘛，我会。我不会，岳母，我岳母现在以我为荣。当然啦，买到绩优股啊。姑妈现在真的比较疼她，哎，知道喜欢吃豆干啊，她把那个卖豆干所有的摊子，每一款豆干，生的、熟的、炸的、炖的、卤的，全部一趟买回来。我吓坏了，豆干大餐。不要 get 回去吗？哎呀，手软的，太软了，豆干重要，重要。来，下一道题，请出题。老公，我穿哪一款的睡衣最能够勾起你的欲火？哦，问题都好紧绷哦。2, 1，我的 T 恤。哦，行家哦，行家哦，就是穿那种什么蕾丝那一种，我都太刻意，太刻意了。哎呀，好像对，好像要跳凤阳花鼓一样。要啊，没打。哎呀，对吧？哎呀，那来，现在攻守交换。好，换我的。好，第一道问题，请发问。哎，亲爱的老婆，你最近又偷买了什么东西？没有让我知道。5, 4, 3, 2, 1我买了，我订了，我只有订，还没有买，还没有，还只有。快讲，快点，五秒到了。一个40万的表情包。还没来。合理合理。走路可以大尾了。我们三太子来了。我们身为一个男人啊，这不能动手，为什么你知道吗？刚刚这么巧，我就讲妈妈都需要一次铂金包。对，她在产房里面把孩子这样生下来，那一股痛苦你能知道吗？你只是做进出口贸易，但是她却大准你干，很辛苦的。妈妈给一个铂金包，合情合理，什么定？直接就买了，不行，因为那个要配货，那个很严格的。那我觉得还有要买其他的。我已经好不容易已经有累积到差不多的那个，可以定了，可以定了，我终于可以定了。他前面先花了150万了。啊！好自暴自弃，还打不到。下面一道题目，请出题。才第一题，疯掉了。好，啊对，干什么？我最近看那个账户，每个月都有固定汇出40000元的东西，该不会是要累积10次吧？我要哭了，积付款了。对，的确有这个事情。哎，好，是什么？但是我是在帮我们家里面呢做一件大事。就是买铂金包，十个月之后就有一只铂金包，我那真的是大事哦，大事大事。我在每个月把这个40000块啊，就是存起来，然后跟汇。
对回啊，那得用家里的公款去公款去标会，他最后那个，比如回啊回啊讨一些尊，是不是拿了一笔钱去买佛经？好，不是这样，从现在开始圈起来好像没事没事，现在开始是这样走的。忘了铂金包的事，因为为什么你知道吗？因为他们并没有自入。哎，对对对，没事没事。好，好，下一道题目，请发问。哦 ，Kelly， 有一件事情我找很久，我找了三年，现在在找，就是我的车子的找自己。那是陶喆，那是陶喆。对，我车子的备用钥匙，你是把它弄丢了。5 4 3 2 1 5 5 3 2 1 麻痹老师，麻痹老师，气啊！麻痹老师也听不下去了。请回答。这件事情我自己也搞不清楚，钥匙丢去哪里了。他也不知道了。哎，对了，我跟你讲，我突然想，流血了，是吗？真的流血了，是吗？哎，你割到了吧？是吗？有吗？真的流血，我们流血，哦，一点点，是不是？一点点，没关系，没关系。观众朋友，没有，我们是打假的，是吧？见红就是洗黑的，就一个包包而已，就让你这样子，不是包包。钥匙，拿去哪里？请回答快点，因为开始头有点晕了。